唐浩裁判，詹台伟主教练，红方队员朱亚超来自上海，蓝方队员陈宇豪来自广东队。一局，第一局现在开始。 马上进行的是男子56公斤级第一场半决赛。 走啊！
第二局比赛结束。第二局。来自56公斤级第一场半决赛比赛结果，红方上海选手朱杨涛2比0获胜。